我们感谢天主，正逢道明禧年800年，我们是属于道明大家庭的一份子。我们以修女们的身份，在做幼教的工作、医院的牧灵、老人的服务及堂区的服务，让主的好消息不断地传给需要的人。我们感谢天主，让我们追随着我们会主道明，继续的以传播福音的使命来继续的往前走。
我们是中华道明兄。